乐都彩泥，紫色，打上一个模具，把图案印在彩泥上。这是什么？一只紫色的蝴蝶，黄色，左只黄色的蝴蝶，看看和紫色的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是一只黄色的蝴蝶，红色，我们用红色的彩泥来做一棵树。这是一棵什么树呢？是不是很熟悉呢？这是一棵椰子树，绿色，做一棵绿色的树吧。绿色的椰子树，黄色的蝴蝶，红色的椰子树，还有绿色的椰子树和紫色的蝴蝶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